我们今天要来制作水果珍珠。搞什么搞什么？我很阿星，人类啊，人类，我们到底吃了多少奇异鸟？我们今天呢，要来制作水果珍珠。我在大概几年前的时候看过巴西公主，她做过那个水果珍珠的那个影。五彩缤纷的水果珍珠，天然无添加，有 Q 弹美味。那个时候看她就一直很想做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准备了一些材料来try看两年前的东西，走在时代尖端。今天呢，准备的材料有什么东东呢？我们今天准备的材料有杯子一个，这是让我们等一下去装东西的，但它不是重点，重点呢是我们的木薯粉，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感觉可以榨成汁的东东。我们这边准备了起一果一颗，然后再来这边还有那个便利商店买到的饮料。它的做法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就是2:1黄金比例哦。木薯粉这个粉呢，它要有两份的比例，这个部分呢就是一，它就是比较少的部分。那我们先从剁奇异果开始，然后我今天还准备了我的可爱的小量杯，这个是2，这个是1，所以这里面只要倒满，连白痴都会做，好不好？有没有玩过水果忍者？星爪。好，那我们皮应该就不用削了吧？不用了，我们直接放进去炸。等一下，我们需要把这些饮料把它煮滚，然后之后再加那个粉。我不知道等一下炸出来汁会不会有毛，但我就炸了。它好软哦，它根本就没有在用力，它就碎了。它好软，它感觉没什么实体耶，这真的炸得出东西吗？再加两个进去，它感觉起来好像炸不出点什么东东哎。哦，好像有点什么东西咯，它怎么从这边冒出来？10 years later， 没想奇异果这个 idea。好 ，B 计划，我们把果肉从里面叫出来。突然觉得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直接用挖的会比较好一点点。完全惨不忍睹，简直像是车祸现场。大家想看吗？有点猎奇哦。好可怕哦！这就是你看影片不点喜欢的结果吗？好，历经千辛万苦，我们用笨笨的方法榨出了两颗奇异果。感觉一开始的时候把伙伴切来个汤匙这样，不就好了吗？接下来我们需要上锅煮它。首先先按这个，然后再把它放上来，小小微煮一下下。在它煮的过程中，对，我觉得需要加，哎呦，它只要直接烧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我需要水，帮我加点水，阿里嘎多呢。好，这样子就好，谢谢。我正在煮奇异果汁，不是啊，我们用果汁机不是会更快一些些吗？但不管了，反正再怎么样，我们都要把它煮成热热的汁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，我觉得虽然我们一开始用的工具有点笨，但最后成果是好的就好了。我派出第三只手，这是我的替身使者，过来，木薯粉，我们先准备我们的木薯粉，先弄满吗？抖抖抖抖抖抖抖，多一些些。再多一些些，差不多多。嗨，一盆木薯粉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奇异果汁打进这里面，然后两个加在一起，混在一起，这很像是玩作，他们都会做一些奇怪的丸子之类的。我觉得应该已经够烫够热了，来，我们来把它给捞出来哦。有点果肉其实也不错，我把果肉稍微压一压好了，稍微压一压。而且珍珠里面看得到这些籽。感觉现在很酷哎，好，应该都弄得差不多多了，我们把它加进去。之后我们要来把这两样材料加在一起了，各位，3、2、1 ，Yuck， 呀，对了，好的，这2:1真的稀释的，这真的够吗？我怎么觉得木薯粉有点太多了 ？Oh my god， 在盘子里面这样子做，这是在玩沙啊，各位。它好烫，粘在我的手上。各位不要玩食物，哥有练过。它是飞牛的流体耶，你看会瞬间软掉，但是我用力，它就变超硬。走在这上面，好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
快点把它做出来啊！这要怎么揉啊？我用力它就变那么硬。不是很难用，我没有不愿，我手都下去了，我都下海了，还做半套的。它的触感真的是很奇怪。各位，你看它是硬的，但是当你放着的时候，它就变液体，然后你捏它的时候变超硬，然后变液体，超硬，液体，超硬。它就是一个，我得一直握住它才会硬，稍微松下它就软掉了。做完了，珍珠一颗。寒狼鸡就是这个意思吗？它又水又那个，这是什么形态啊？你看右边，这好软又好硬，它到底是软还是你这奇怪？失败的是，它中间感觉起来。湿润湿润的，但它却很干。我们转战果汁，试试看用果汁。我不知道刚刚是不是因为不够滚，还是因为它的汁太小，这都有可能。所以呢，我们试试看用果汁，加半杯啦。我觉得半杯应该差不多够多了，好不好？半杯应该够多了。然后我们这次煮到滚，好不好？这次就煮到滚，好，煮到滚。等一下回来。嗨，经过了几分钟，呼呼，他在乱叫。我们来把火关掉。首先把它搬下来，修烫烫烫烫修，然后再把它捞起来，热腾腾的柳橙汁一样。再一次把两个加在一起之后，浸湿它，然后快点把它拨到每一个地方，让它充分的。去吸收，好烫哦！啊！可以，没问题，不用那么烫。我觉得是滚的而已吗？我们今天是在做非牛顿流体的实验吗？看我打他，我手不会陷下去耶，但是慢慢的手就沉下去了。这感觉真的很酷哎，可是。它没有成块啊！它下面有没有备注必要材料？马蹄汁。要不要来？不要急，要耐心。要耐心，要耐心。各位，我们刚刚加了一点面粉，你瞧，它变装置艺术了，它变成各位，这应该是要一个小朋友都会做的东东，但是我做出来是这个样子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的珍珠呢？我的珍珠奶茶呢？我的网络食谱呢？我把这个食谱啊放在说明栏，大家去看一下，到底阿神做出了什么步骤？我真的不知道我做出了什么步骤，我好努力，2-1，垃圾。好了，今天这部影片差不多到这里告一段落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今天我们好久没有失败了，大失败耶，这是宇宙级大失败耶。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帮我点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它凝固，像是强力胶一样。